好啦，神采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五班千八米嘅赛事准备，二号大二打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内栏位置大宝库啊，中间有胜利精彩啦，咁啊再见到大外档小林夜雨亦都抢上嚟噶啦，咁啊大约喺呢个内栏第四位啦，橙色眼罩黑衫上袍勇将，中间黄眼罩胜利攻略啊，咁啊再喺外边黑色衫咧，佢匹就系神采嚟噶，后一阵嘅马粉红眼罩香港发啊，黄衫内栏噶，后啲嘅马先见到有甜歌儿啦，咁啊尾四位置糖痴豆啊，尾三幸运新宝暂时殿后两匹马咧，有呢只鼓浪飞星同埋尖尖大笑噶。好啦，转呢个满贯弯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小林夜雨啊，大宝虎咧就跟住第二位，后边嘅第三位就胜利精彩啦，内栏第四上袍勇将啊，黄眼罩黄帽第五位，咁啊仲有胜利攻略啊，粉红眼罩啦，咁啊黄衫第六位内栏香港发啊，数后边嘅马啦，先有呢只咧就神采啦，甜歌儿啦，内栏尾四咧就系呢只糖痴豆啊，后边三匹马幸运新宝、鼓浪飞星同埋铁栏包尾咧就嗰只尖尖大笑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对面直路中段啦，马群拉得散，小林夜雨放嚟一个身位噶，咬住第二位仲有大宝库啊，次序上冇喐过啦，第三位仲有胜利精彩上袍勇将、胜利攻略同埋呢个香港发啊，再中档甜歌儿啊，出边黑衫得一只三搭噶咋，就系呢只神采啊，内栏尾四糖痴豆，尾三咧就系幸运新宝啊，后边两只仲系鼓浪飞星同埋嗰只尖尖大笑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中间啦，次序上系完全冇喐过，小林夜雨、大宝库、胜利精彩、内栏上袍勇将，出边咧仲有呢只胜利攻略啊，内栏位置香港发啊，揈出去出边啊，有甜歌儿同埋幸运新宝啊，响入边等位仲有糖痴豆，斗到嚟最后200多米啦，大宝库占先，涉入边追紧上袍勇将，中间位置仲有胜利精彩啊，大外档咧依家上紧嚟，仲有幸运新宝，涉内栏咧仲有香港发，最后100多米啦，透出嘅马内栏香港发啦，咁啊中间位置胜利攻略同埋上袍勇将接近中啲香港发涉入去赢啊，第二名咧有胜利攻略、上袍勇将两匹马亦都跑得好接近啊。咁啊，结果等咗个内栏位置就系呢只香港发啦。咁啊，中间黄眼罩又谷翻上嚟，嗰只胜利攻略埋边橙眼罩系上袍勇将，影相争第二、第四，应该系幸运新宝嘅机会，好似高过只尖尖大笑啊。香港发咁啊，今次又发挥得好好啊，大落飞啊，15倍啊，得翻跑第二嘅就系胜利攻略，第三系上袍勇将，开边第四就系幸运新宝啦。都是大落飞的只四四同十都是落飞马来的，反而那只八就回飞。十号、四号、八号和二号啊，就咁用眼睇应该会咁啦。郑雨田，哇，搏晒命啊！睇完重播回到嚟睇下第二名张相啦，咁中间嗰个胜利攻略啊，咁林尾其实都越冲越劲啊，因为睇翻重播咧，其实佢最后嗰10多米到咯。其实佢仲后过只幸运新宝嘅，不过幸运新宝匆匆下冇咗，佢可以上嚟立到条 Q。第四就幸运新宝。佢越片越出添，幸运新宝。尖尖大笑都近喎。睇睇月嘅派彩啊，跑第一名系10号嘅香港发，独人派155元，位置派49元。跑第二名4号胜利攻略，位置派39.5元。跑第三名8号上袍勇将，位置派22元。连赢位4搭10派868元。三门彩10号、4号、8号派13693元。单 T 派2330元。位置 Q 4搭10派238.5元。8搭10派152元。4搭8派170元。5号跑第四名系2号嘅幸运新宝。组合六赢3-1啊，预计派出系胜出最后俾 A3其他冷门啊，24.5嘅。郑雨田喺度赢翻场，老牌彩衣咁啊，见到阿主啊都有入嚟啊。打4连晚啦，派2063元，哇，最紧要都保养得好好咯，呢只老马咁啊，嚟到呢个咁低分嘅时候又有啲轻磅之助。四重彩派76741元，呢个路程就以往后生嘅时候都几盲满嘅，咁头先都有讲过啦，话千八就算填草都好耐之前先上个名，但系胜在今日就贴住条栏啦，睇下点跑。
好啦，咁啊见到呢个香港法起步都顺嘅，慢咗啲就系嗰只甜歌儿啦，咁啊同埋呢只糖丝豆嚟噶。幸运新抱就好立心要捉佢后面噶啦，前面走啊，我哋见到开面咧小林夜雨入边系大宝库啦，又唔系话真系走好快嘅，中间夹住胜利精彩，跟住入边嘅上抱用将啦，咁啊然之后见翻黄眼罩啊胜利攻略，今日跟个位好靓噶，开面有只神采啊，埋蓝白帽粉红眼罩咧就系呢只香港法头马嚟噶啦，甜歌儿摄翻上嚟尾五嘅位置，咁啊见翻后啲先至系。糖之豆啦，幸运新宝，跟住就系鼓浪飞星包尾入边嗰只就系尖尖大少。糖之豆啊，唔算好快喎，出闸都拍咗两 bit， 咁但系都系尾四嘅。有时啲马真系夹人，一用阿望雷拉都唔第二回事啊。呢度都拉得几松嘅个马群啊，因为前面小林爷与大宝库都走得几开嘅。咁啊跟嗰啲就头三只都冇啦，系四五名嗰两只翻到嚟都仲有得争。喺开面都麻麻地喎，又系啊！古浪飞星其实啲大步马喺出边追都冇问题嘅，应该，但系今日就追唔到啦。睇幸运新抱喺边度转出去嘅咧，佢兜到好外好外。依家就尾三啊！我就见佢明明喺二搭摄紧噶嘛，咁突然呢位一掟出去，系咪俾人都顺势咁执咗佢出去咧？咁？胜利攻略都开始比噶啦，上普用将都好早骑噶啦，咁但系就骑下有啲骑下有啲嗰啲马嚟嘅。其实睇都冇乜大错啦，呢咁样立出去，咁佢真系一度都有个势上嚟噶，咁就系佢先过只胜利攻略嘅，不过自己冲冲下冇咁解啫嘛，都系冲力短嗰啲马。佢嗰个弯系俾阿甜哥儿筛咗佢出去啊，咪冇得讲啊！翻嚟就冇乜点骑，有啲糖丝豆啊，尾三，哇，又包尾啊！神采复榜完毕噶啦，派彩作实，位置 Q 四搭十派238.5，八搭十派152，四搭八派170.5，又系国能啊！甜哥儿嗰、那个系啊，组合到赢三拣一，胜出咗 A 三，其他啦满派24.5，因为国能同阿潘顿咧转弯嗰啲位置都以往好多赛事报告有讲啦，地连环就派2063。成日都见到啲咁嘅情况。四重彩系派76,741，即系你可以谂下买咗嗰啲人会点谂咯。孖宝三场十一，四场十，中正派10,236.5，三场十一，四场四，欧米奖派1,500。孖 T 系派到175,016。有情风真系难搞，呢场我都觉得会系射程。头三段就好快噶啦，13秒8822秒，9:24.49，跟住入班段讲翻慢少少咯，25秒66，25秒一入总时间1:52.11，总时间系慢于标准时间接近1秒。